昨天啊有想看我这个自己做的辣酱是啥样的，看到了吗？就是青红辣椒做的哈，但是不过都是炒的，熟油泼的，然后里边还有花生碎啊，还有那个白芝麻，老辣了，但是特别好吃，可香了。我不敢放多了，因为晚上吃多了的话，这个辣椒不大好。OK， 开吃了哈，看，涂好辣酱了。那块小煮，吃汤啊。上面是油哈，听见高压锅呲溜呲溜的响了吗？炖着肉呢。